香赞，炉香乍若，法界蒙熏，诸佛海会心遥闻，随处结祥云，诚意方殷，诸佛现全身。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开经偈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，唐三藏法师译经奉诏译。文如是，一时佛在毗耶达摩城辽阔宅中，十方相随，四众围绕。尔时无碍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合掌向佛而薄佛言：世尊，此阎浮提众生历代相生，无始以来相续不断，有事者少，无事者多，念佛者少，不念佛者多，神通者少，不神通者多，持戒者少，破戒者多，精进者少，懈怠者多，智慧者少，愚痴者多，长寿者少，短命者多，禅定者少，散乱者多，富贵者少，贫贱者多，柔软者少，刚强者多，兴盛者少，穷毒者多，正直者少，屈缠者多，轻盛者少，贪毒者多，布施者少，悭吝者多，信实者少，虚妄者多，被使世俗浅薄，观法荼毒，贼亦繁重，百姓穷苦，所求难得，良由信邪导见，或如是苦。唯愿世尊为诸邪见众生说其正见之法，令得不解，免于众苦。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，无碍菩萨，汝大慈悲，为诸邪见众生问于如来正见之法，不可思议，汝等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天地八阳之经。此经过去诸佛已说，未来诸佛当说，现在诸佛今说。伏天地之间，为人最圣最上者，贵于一切万物，仁者真也，正也，心无虚妄，身行正真，左撇为真，右捺为正，常行正真，故名为人。是之人能弘道以润身，一道一人皆成圣道。复次，无碍菩萨，一切众生既得人身，不能修福，被争相位，遭种种恶业，命将狱中，必成苦海，受种种罪。若闻此经，信受不逆，即得解脱诸罪之难，出于苦海，善神加护，无诸障碍，延年益寿，而无恨殃，以信力故，或如是福。何况有人竟能书写受持读诵，如法修行，说其功德不可称，不可量，无有边际，受终之后并得成佛。佛告无碍菩萨摩诃萨：若有众生信邪导见，即被邪魔外道、魑魅魍魉、鸟鸣百怪、诸恶鬼神近来恼乱，
与其横病，恶种恶主，受其苦痛，唯有修习与善之事，未读此经三遍，是诸恶鬼皆悉消灭，病疾除愈，身强力足，读经功德或如是福。若有众生多于淫欲，嗔恚于痴，悭贪嫉妒，若见此经，信敬供养，即读三遍，愚痴等恶并皆除灭，慈悲喜舍，得佛法分。复次，无碍菩萨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心有违法，先读此经三遍，逐墙动土，安立家宅，南堂北堂，东厢西厢，除奢客屋，门户井灶，对位库藏，六畜蓝混，日游月商，将军太岁，王藩豹鬼，五土地神，青龙白虎，朱雀玄武，六甲净秽，十二诸神，土府伏龙，一气鬼魅，皆悉隐藏，远蹦他方，行销隐匿，不敢为害，盛大吉利，德德无量，善男子，新宫之后，堂舍永安，屋宅牢固，富贵吉昌，不求自得。若远行从军，事关心生，圣德一立，门心人贵，百子千孙，父慈子孝，男中女贞，兄恭弟顺，夫妻和睦，信义笃亲，所愿成就。若有众生忽被县官拘职，盗贼千晚，暂读此经三遍，即得解脱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读诵，为他人书写天地八阳经旨，深入水火，不被焚飘，或在山泽虎狼平击，不敢驳斥，善神畏乎，成无上道。若复有人多于妄言、绮语、恶口、两舌，若能受持读诵此经，永除四恶过，得四无碍变，而成佛道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父母有罪，临终之日当堕地狱，生无量苦，其子既未读诵此经七遍，父母即离地狱，而生天上，见佛闻法，悟无生忍，已成佛道。佛告无碍菩萨：毗婆尸佛时，有优婆塞，优婆夷心不信邪，崇敬佛法，书写此经，受持读诵，所作所为，须作即作，一无所问，依正信故，坚行布施，平等供养，得无漏身，成菩提道，号曰普光如来，应正等觉，结名大满，国民无边，但是人民行菩萨道，无所得法，以持经威德，过如是报。复次，无碍菩萨，此天地八阳经，行在阎浮提，在在处处，有八菩萨、诸梵天王、一切冥灵围绕此经，香花供养，如佛无异。佛告无碍菩萨摩诃萨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为诸众生讲说此经，深达实相，得甚深理，即知身心佛身法心所以能知，即是智慧也。常见种种无尽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空，即是妙色生如来。二，常闻种种无尽声，声即是空，空即是声，即是妙音生如来。彼常嗅种种无尽香，香即是空，空即是香，即是香积如来。舌常两种种无尽味，味即是空，空即是味，即是法喜如来。身常觉种种无尽触，触即是空，空即是触，即是智明如来。意常思想，
能分别种种无尽法，法即是空，空即是法，即是法名如来。善男子，观此六根切切，人皆空口常说之。若说善语，善法常转，即成圣道；若说邪语，恶法常转，即多地狱。善男子，善恶之理不得不信。善男子，人之生心是佛法起，亦是十二部大经卷也。无始以来，转读无尽，不损毫毛。如来藏经为世心见性者之所能知，非诸声闻凡夫所能知。善男子，读诵此经，生解真理，即知生心是佛法起。若罪名不醒，不了自心是佛法根本，流转诸趣，堕于恶道，永成苦海，不闻佛法名字。尔时，五百天子在大众中闻佛此说，得法眼净，皆大欢喜，即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无碍菩萨复薄佛言：世尊，人之在世，生死为重，生不择日，时至即生，死不择日，时至即死，何因病葬？即问良辰吉日，然使病葬。病葬之后，还有妨害，贫穷者多，灭门者不少。唯愿世尊为诸邪见无智众生，修其因缘，令得正道，除其颠倒。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，善男子，汝时甚能问于众生生死之事，病葬之法，汝等谛听，当为汝说智慧之理，大道之法。夫天地广大清，日月广长明，十年善美，十五有益。善男子，人王菩萨盛大慈悲，悯念众生皆如赤子，下为人主，作朋明父母，顺于俗人，教于俗法，造作励志，颁下天下，令之时节，唯有平满，承收开闭，建除定直，破围之文，于人一字信用，无不免其心惑，又使邪师验证，说是道非，慢求邪神，拜恶鬼，却服招殃，自受苦，如斯人，皆反天时，逆地理，被日月之光明，常莫暗示，为正道之广路，横寻邪径，颠倒之圣也。善男子，阐释读诵此经三遍，而及一生，盛大吉利，聪明智慧，福德具足，而不终夭。此时读诵此经三遍，亦无妨害，得福无量。善男子，日日好日，月月好月，年年好年，时无间隔，但便继续病葬。病葬之日，读诵此经七遍，甚大吉利，卧福无量，门荣人贵，延年益寿，命中之日，并得成圣道。善男子，病葬之地，莫弯东西南北，安稳之处，诸人爱乐，鬼神爱乐，即读此经三遍，便已修仪，安之物内，永无灾障，家富人心，盛大吉利。尔时，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应生善善日，修兵好好时，生死读诵经，圣德大吉利，月月善明月，年年大好年，读经即病葬，荣花万代昌。尔时，众中七万七千人闻佛所说，心开意解，舍邪归正，得佛法分，永断疑惑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无碍菩萨复薄佛言：世尊，一切凡夫皆以婚垢为亲，先问相宜，后取吉日，然使成亲，成亲之后，夫归偕老者少，贫穷生离死别者多，一中性邪，如何而有差别？唯愿世尊未觉众疑。佛言：善男子，
汝等谛听，当为汝说：夫天阳地阴，月阴日阳，水阴火阳，女阴男阳，天地气和，一切草木生烟，日月交运，四时八节凝烟，水火相成，一切万物熟焉，男女饮邪，子孙亲焉，皆是天之常道，自然之理，世地之法。善男子，愚人无智，信其邪师，普弯妄极而不修善，遭种种恶业，命中之后复得人身者，如指甲上土，堕于地狱，作畜生恶鬼者，如大地土。善男子，复得人身，正信修善者，如指甲上土，信邪遭恶业者，如大地土。善男子，欲结婚亲，莫问水火相克，开包相验，年纪不同，唯看禄命书，即知福德多少，以为眷属。铺盈之日，即读此经三遍而已成礼，此乃善善相因，冥冥相属，门高人贵，子孙兴盛，聪明励志，多才多艺，孝敬相承，盛大吉利，而无终夭，福德具足，皆成佛道。是时有八菩萨成佛为神，得大总持，常处人间，和光同尘，破邪立正，其名曰跋陀罗菩萨楞谨河，罗林杰菩萨楞谨河，焦自都菩萨楞谨河，那罗达菩萨楞谨河，须弥生菩萨楞谨河，因环达菩萨楞谨河，河伦条菩萨楞谨河，无缘观菩萨楞谨河，是八菩萨具薄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于诸佛所受持得陀罗尼神咒，而今说之，拥护受持读诵天地八阳经者，永无恐怖，是一切不善之物，不得轻损。读经法师即于佛前而说咒曰：阿趋尼，尼趋尼，阿毗罗，曼利，曼多利，娑婆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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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尊，若有不善者，欲来恼法师，闻我说此咒，头破作七分，如阿离树枝。尔时无边声菩萨即从坐起，前薄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为天地八阳经？唯愿世尊为诸听众解说其意，令得觉悟，速达本心，入佛之见，永端已毁。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谛听，吾今为汝分别解说天地八阳之经者。天者，阳也；地者，阴也；八者，分别也。阳者，明解也，明解大圣无为之理，了能分别八世因缘，空无所得。又云八世名为经，八阳名为纬，经纬相交，以成经教，故名八阳经。八者，八世，云何名八世？眼是色世，耳是声世，鼻是香世，舌是味世，身是触世，意是分别世，六根是六世，含藏世，阿赖耶世，是名八世。明了分别八世根源，空无所有，即知两眼是光明天，光明天中即现日月光明。世尊，两耳是声闻天，声闻天中即现无量声如来，
两鼻是佛香天，佛香天中即现香积如来。口舌是法味天，法味天中即现法喜如来。身是卢舍那天，卢舍那天中即现卢舍那佛，卢舍那镜像佛，卢舍那光明佛。意是无分别天，无分别天中即现不动如来，八光明佛。心是法界天，法界天中即现空王如来。含藏世天，演出阿那含经、大般涅盘经。阿赖耶世天，演出大智度论经、瑜伽论经。善男子，佛即是法，法即是佛，何为一相？即现大通至圣如来。佛说此经时，一切大地六种震动，光照天地，无有边际，浩浩荡荡而无所迷。一切幽迷悉皆明朗，一切地狱立皆消灭，一切罪人俱得离苦。尔时大众之中八万八千菩萨一时成佛，号曰空王如来，应正等觉，皆名离苦，无号无边。一切人民皆行菩萨六波罗蜜，无有彼此，正无争三昧，但无所得法。六万六千比丘，比丘尼，优婆塞，优婆夷，得大总持，住不二法门，无数天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诃罗伽、人、非人等，得法眼净，行菩萨道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若复有人得观登位之日，即住新宅之日，即读此经三遍，甚大吉利，善神加护，延年益寿，福德具足。善男子，若读此经一遍，如读一切经一遍；若书写一卷，如书写一切经一部，其功德不可称，不可量，等虚空，无有边。如斯人等，即成就圣道。复次，无边生菩萨摩诃萨，若有众生不行正法，常生邪见，孤闻此经，即生诽谤，言非佛说，世人现世得白癞病、恶疮脓血、片体交流、心骚臭秽，人皆增疾，命中之后即堕阿鼻无间地狱，上火彻下，下火彻上，铁枪铁叉，片体穿血，龙瞳贯口，筋骨烂坏，一日一夜，万死万生，受大痛苦，无有休息。当思经故，过罪如是。佛为罪人，阿说纪言：身是自然身，五体自然足，长乃自然长，老乃自然老，生乃自然生，死乃自然死。求长不得长，求短不得短，苦乐如自当，邪正犹如己，欲作有为功，读经莫问师，千千万万事，得道转法轮。佛说此经已，一切大众得未曾有，心明意境，欢喜踊跃，皆见诸相非相，诸佛之见，故佛之见，无入无悟，无知无见，不得一法，即涅盘乐故。此诸菩萨、圣众、天神、地祇，皆悉欢喜奉行。八扬赞，八扬奇经，唯心造化，八世转变体自圆，不动力周天，彻照无边，恩泽不打千，消业障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冤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五阙真言七遍，唵呼噜呼噜舍弃末契梭哈，唵呼噜呼噜舍弃末契梭哈。
唵咕噜咕噜瑟契莫契梭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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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唵咕噜咕噜瑟契莫契梭哈。为相，以此功德，上供下施，川流不息，行无缘池，遍满虚空，普周法界，四圣六凡，圆融无碍。